对不起，这个麦克风一定要调一下，因为下场比较高一点。好，杨校长。哦，杨校长、蔡会长以及我们大秀国小所有的老师以及所有最可爱的同学，大家走。哎，那个后面六年级的同学，如果要看到我的话，可能要稍微要站起来一下哈、哦。好。今天是各位的节日，也是我们全国妇女同胞以及所有小朋友的节日——妇幼节。想起三十年前的时候，我最喜欢这个节日了，因为可以放假。三十年后，我看到各位更加的快乐，因为你有这么好的庆祝活动。三十年前，我也想跟所有的模范生一样，能够在台上接受表扬，但是做不到。三十年后，我能够站在这里，亲自的把奖状颁给所有的我们有当过当模范生的同学，这也是一种成功。各位同学，虽然。不是每个人都是模范生，但是未来在我们社会上，大家都可以成为模范生，我们一起来努力，大家说好不好？今天非常谢谢杨校长以及大秀国校给我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各位见面，谢谢各位。